起床了。身体会流汗呢，因为我们喝了很多很多的水，因为太阳会流汗。西瓜哥哥，你怎么喝这么多水啊？哎呦，香蕉哥哥，因为啊，我看书上说，我们人的身体有三分之二都是水分，要是水分不够的话，我们就会生病啊。可是你喝这么多水，肚子鼓鼓的，变成一只大水蛙了，等一下怎么陪小朋友跳舞啊？哦，好啦好啦，那我先不要喝那么多水，待会呢陪小朋友跳完舞以后，我再回来补充补充水分。嗯，那小朋友一起来跳舞喽！耶！四眼八才会流汗。
会把你排出来，变成一个流汗。伤心，找找房间电视机，我们来玩躲猫咪，好了吗？还没，快快好了吗？还没。伤心，找找房间电视机，我们来玩躲猫咪，好了吗？还没，快快好了吗？还没。刚刚流了一身汗，赶快喝水补充水分。你刚运动完，喝慢一点啦。真希望我不会流汗，这样子就不用一直喝水啦。那怎么可以啊？我们都是靠我们的皮肤还有汗腺排出的汗水啊，来帮助我们散热，这样才不会热的发晕啊。那有没有不会流汗又可以散热的方法？当然有喽。你呀，把舌头伸出来，再伸长一点。然后发出的声音，怎么好像像一种动物的感觉啊？没错啊，就是小狗散热的方法哦。小朋友，那我们下午见喽，拜拜。小狗，小狗哥哥，你又耍我啊？